你容易手酸、脚酸、腰酸，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刻意的去练习、去训练，然后可以把这些问题解决掉。我们先介绍一下那个今天会有哪些动作好了。等等，该训练的人是昆娜吧？你给我下来！你就是我。哎哎，现在是暖身的时间。怎么样？对，就是这样。教练不用客气。他打我，他打我。那我好喜欢。欢迎回来昆娜 TV， 我是昆娜。925是个好日子，至于为什么是好日子，影片最后再跟你们说，先让昆娜卖个关子吧。首先我是谁，我为什么在这，为什么我在骑车，可以去玩吗？又要比赛了，每次去玩都觉得很奢侈，除了练车好像可以去健身练练自己的肌肉与体力。往前冲吧，伟大的赛道在等着昆娜呢。嗨，欢迎回来昆娜 TV， 我是昆娜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树林的泰体园。为什么要健身 ？MotoGP 啊，一直有在健身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有请我们的 Harry 教练。他被 cue 得很突然，还想说，这里这里。你好，他是我们的 Terry 教练，然后我会认识他呢，是之前我在横店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去 ARTC 车测中心练习嘛，然后就刚好遇到他，然后他就有跟我提到说，其实我们在骑车的时候啊，如果你容易手酸、脚酸、腰酸，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刻意的去练习、去训练，然后可以把这些问题解决掉。我们先介绍一下那个今天会有哪些动作好了。今天会哪些动作？其实训练上的话，我们分上下肢还有核心。那以摩托车需要来说的话，我们会有上肢推拉，下肢推拉，那核心其实跟一般的训练方向会有点类似，不过会因为针对骑车的方式而再做一些微调。现在是暖身的时间。怎么样？不是在暖身吗？教练露出本性。没有，就是会拿这个因为我通常都带男学生，那因为我们这边我们会比较注重礼貌，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指导你的动作，就是用做不对，就是不要下去，不要让人家认为我是恋爱系教练，什么肢体碰触什么，让他这样太多闲话这样子。对，好，来侧蹲，做不对抓打，对，没错，侧蹲对。你说这样啊？对，然后这边往后一点，往后一点，往后，右坐，屁股坐，对，好，坐下，坐下，右脚伸直，对，好，坐下，好，对，好，抬起来，好，一边先溜下，脚掌帮我收进来一点，对，说这样，脚掌跟坐，好，抬起来，好，再试一下，错边，对，好，来，好下。我会感觉到这个地方在拉，对，就是这一侧。骑车重机最主要的加油箱，那很多以前在有些器材方面，他们会做一个腿夹的动作，这边的话做侧蹲的动作，下去的时候第一个这边伸展，在起来的时候他做一个拮抗的动作，所以他会帮你训练到内夹的力量。再帮我拿高一点，拿高一点，对，拿三点跟九点方向，三点跟九点方向，右下。可以的话，再帮我下坐多深一点。对，像昆娜的筋就很紧，他这样下去的时候，他这边都不自觉想要弯曲，然后都下不来去。这第四下，对不对？好，对。好，今天就到这边，对。哦，好可爱哟、哦！你们看看他。休息的时候该怎么补充元气呢？就这样。好啦，知道了啦。他的意思是要换下一个动作，不要偷懒。猫咪。三。
管理。嗯。好，知道了。下一次就是你这个废物人类。三。好，移过去。所以这个姿势的重点就是下来的时候要屁股往后坐。对。然后身体骨盆不要歪。对。要看着镜子。对。然后肚子要稳。这个其实跟骑车我们在转移重心会有点像，只是我们把动作做慢，让你去控制你的肌肉。那你力量越强的时候，你在做快速的时候就会比较轻松一点。马上被发现，我讲归讲的时候在看动作的。那我身体先转，好，来，对，来按摩一下，就往哪边，往哪边，对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对，因为身体太累了。唉，我要吸猫，毒药一样，保命。你看他，出来，他打我，他打我，可是我好喜欢。琼江，你太冲动了，不过也难怪你年纪还小，但是我喜欢。猫咪，它没有出爪，哎，好可爱哦，好喜欢哦。我怎么搞得跟痴汉一样？亏他是个痴汉，大家都知道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是继续吧。哇！可以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可能变动一下。要试吗？刚刚教练的表情，他就是一脸看不起。没有啦，我不会看不起学生。坐一下就好，我坐一下就好。你可以先做支撑就好。我坐一下感受一下。对。你会不会一下就做不到？你就这样哦、喔。对。我靠，好像真的是。等一下。踩稳，踩稳，踩稳。哇。这样对，好了，没，啊，辛苦辛苦。真的，我知道了，我下次要一来就先拉完筋后，我就要先做这个动作。嗯，应该有一点点的机会，不然我刚刚都已经做那个，我现在手已经没力了，又是理由。因为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刚刚是上肢推，这个是拉。可是我现在连拉都没有力气。对，因为刚你在角度的关系，所以这个算是进阶的动作。入门的动作是脚好好的踩在地上，所以跟我前面已经做一大段训练有没有力没有关系。对，因为是方向不一样的。好，妈咪，他好不甘愿呢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，想要我呢。拍拍拍拍，好了，白痴人类还不快去运动？会选择用 TRX， 跟你骑车的时候其实有点像。先往前走，往前。太多太多，再一大步。好，然后手上低一点，对，好，然后手往后，好，所以对，这里就像呼应你这样子。再看一下，再看，好，好，还是在把脚往后倾斜。嗯，对，那为什么是做这个水平？因为我们骑车的时候是做水平的推，嗯，对，我们会把手水平的推，所以我会选择使用这样的水平。那当然，上肢推拉，上肢有垂直、水平、往下的，这个会对骑车来说比较相似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样。对，好，回来，不要扶起来，把它靠最低一点。好，起来之后也是，对，好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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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 few moments later。Angel， 他有回，他回了，你有录到吗？好了，你给我认真一点。来，侧面走路，走过去，对，对，这样，这样会，会很酸吗？那个台会酸。好，可是还可以接受。是，那这样吗？好，好丑。对，脚会画小一点，对，画小一点，对，小一点，对，来。不行，我可以笑，忍住。好，等一下。好，等一下换你重点。太丑了吧！天哪！啊！
以为健身的时候就是要有性感的时候吗？没有这种东西。你以为我只有螃蟹可以吗？我刚才这样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我很像小鱼。对，迅猛。是不是很像？于是我们的昆娜选手休息不到五分钟，又开始了他的昆娜宇宙乐园。哎，我的这次有跑掉吗？应该没有吧？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好了，好了，同学。这样会不会也跟小兰差不多？好，可以休息了。这是什么静音 ？MotoGP 官网也有说。当我们在刹车的时候，车子的重心大概是两个你的体重，加油箱以外，你手会去固定手把嘛？对 对, 对。这时候你身体承受的重量 G 值是两个你。那我，哎，不要偷了你自己体重的。我52公斤啦，最近比较胖一点。那下一个我们再加到你吧，看看。好啊，好。干嘛干嘛？我还没有抱你呢，好可爱哟、哦。嗯，有意见吗？嗯他抵住我的嘴是什么意思？好了，我要继续努力了，你在旁边看好哦，知道吗？小可爱。点啊，这个时候是往直的，不要往下，因为越往下它就有点像有点像。哦。对，你的嘴越往下，所以往直的推。OK。好。来了，对，好好好，加油！要多少？105再加50，160，对吧？我的数学还可以的，160公斤，冲啊！其实要推啊，像刚才那样有速度。啊，是哦，是这样子吗？正常是这样子。所以我刚才是干嘛？复健哦。不，你是假复健，真偷懒，给大家看看未加两倍速的昆娜到底有多慢。对，不是你网路挂了，昆娜就是这么慢。好，没事，反正。训练嘛，我们就慢慢循序渐进，不要为了做的跟教练一样而去做一些不对的行为，这样很容易受伤。因为毕竟他也是练了好几年才有办法做到像这样子。我们不是他，我们是我们，所以我们就懒。想说我要讲出什么很励志的话，有没有？没有。累到活不起来。啊，对，反正我就烂，我就盆栽啊，所以就是继续努力，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，什么？继续加油。我到底看了什么？我知道你有这种感觉，这不是错觉。昆娜疯了，我来帮大家复习一下骑车可以练哪些动作吧。就是这样，蹲蹲蹲，左右蹲，再接着继续推，然后再推推，最后依然是推推推，二蹲三推，打完收工去吸猫。你各位学会了吗？做的这些动作都是为了我们在骑车的时候呢，可以更加的有体力，然后更加体力是什么？你看又来了，更加哎，更加的有体力去骑车，然后再掌控。啊、他生气了啦！哎，不是说他不会打人吗？好吧，活该。如果有想要健身的话，记得可以来树林这边的泰体能找 Terry 教练。Seen a lot of change, been through a lot of pain. Some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as they were a year ago. 健身完，虽然平常上班上课几乎都是骑 MT03， 街车骑起来就是比较轻松自在啊，而且塞在车流中走走停停也比较没有压力。其实就是昆娜比较懒啦。街头就骑街车，下赛道就骑防晒，昆娜永远是对的，合理没毛病。还记得影片刚开始昆娜说的925吗？那天一定也必须是个天气晴朗又凉爽的好日子。
昆娜要起R15参加雅马哈举办的潜力新星挑战赛啦，这也是为什么昆娜近期一直都有去横点借R15来练习的原因。昆娜加入的是南部代表队欠栽培，队长是我们的克里夫山，教练是孙国军与高志军。雅马哈举办R15潜力新星赛，从海选到合训再到决赛，雅马哈都帮每一位潜力新星准备了连身皮衣、车靴、手套、雨袖与安全帽。这么用心的为大家着想，就是希望每一位潜力新星们都可以不用担心，只要人来就好。8月14日，西湖 K1 合训那天，从海选脱颖而出的六位选手都很认真，在想办法进步，想办法去推秒。昆娜还在选手村努力，这也是为什么雅马哈要举办这个活动的原因。我们都希望大家有机会在安全的观念与环境下接触到赛事，毕竟在外面大马路上摔出去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但如果在专业的赛道里玩，万一出任何状况，周围都有草地、有土、有轮胎墙作为缓冲区，也有专业的医疗人员与 Marshall。我们都希望大家有机会在安全的观念与环境下接触到赛事。昆娜需要大家应援，而且是到场应援，给我支持。我想带正在看影片的你一起到场观赛，成为昆娜的 VIP 应援团。决赛日期呢是9月25日星期天，地点在台中小力堡举行。只要在影片下方留言，我想参加雅马哈R15潜力新星挑战赛决赛，为你现场应援，名额只有5位，9月20日会公布入选名单。我们9月25日小力堡见喽！我是昆娜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现在11:30，那等一下我们中午要吃什么？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吗？麦当劳。麦当劳？对。他说要吃麦当劳、欸，我们刚要6块鸡就要吃麦克鸡6块鸡。他说的，他说的，他说的，跟我没有关系啊，我管你啊。对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